身着一袭帅气套装，潇洒干练，吸睛力十足。他烟头戴灰色棒球帽，黑人海利恩黑超真面，型味十足。身着 Claw 暗红色条纹套装，大气酷帅，御姐范十足。宽松立体剪裁配上美棠一袭大长腿，分分钟似一场 T 台秀。斜挂 Claw 深色单肩包，为整套 look 增添精致。从帽子、墨镜、饰品及整体造型来看，时尚度都是杠杠的。脚踩黑色平底鞋，时尚率性，整套暗红色系更凸显浓浓的秋意，随性帅气又带一点温暖。这服装颜色蛮特别的，但就是容易皱，很多网友看了都说皱皱的衣服看着很难受，就不能熨一下。相对来说，这身套装驾驭起来还是相当有难度，目前为止还真没几个圈内的女仙这么穿。满满的青春活力，笑得自然，笑得开心，女神的气质遮都遮不住。据说赵薇到达当地后拍摄了一组户外写真，所以晒得有些黑。跟许晴同框时，赵薇的肤色明显比许晴黑了些。看完了上面的照片，是不是觉得除了许晴，赵薇还有不少的熟悉面孔呀？不少的网友留言说，这男的怎么有点像杨紫？那个男的不是杨紫吗？据悉，这些照片是2005年中国电影代表团去埃及参加开罗国际电影节的时候拍摄的。一起去参加电影节的除了许晴、赵薇，还有苗苗、石兰、杨紫、于东等人，所以看照片的男子像杨紫也不奇怪，因为那个人就是杨紫啦。